连李四端主播都要专访他哦。天端云端乃至于末梢神经的那一端都我来为您做报道。今天我不是主持人，今天是伯恩是主持人，来是你的事。哎呦，端哥好久不见。哎呦，来伯恩，今天这段是你主持，你来脱口秀一下。我跟你讲哦，单口相声是相当不容易。对，为什么？起承转合，抖包袱要自己接。接完之后再延续串联，只要当中存你要去哪里？林北方位上堵堵南，你没在听嘛？老师在讲，你要听嘛？就讲给你听。所以他讲这个的时候要串联到哦，一二三的 A B C D， D 之后又要到哪里？啪啪啪，整个要结构到很清楚。头脑要很清楚。现在讲那么多，我想他压力应该很压力很大，我们就让他现场来一段。既然就说你有140万人在看单口相声，直接来，来欢迎伯恩。哎，大家好。其实我去年才从国外回来，我回来发现台湾变好多。以前台湾的空气是可以呼吸的，以前去看医生，如果身体不好，医生会叫你出去外面跑跑步。现在医生说，呼，千万不要去外面跑跑步。慢性自杀。以前台湾没有什么人在关心政治，如果官商勾结都没有什么人在管，可现在大家都很关心政治，但是官商勾结还是没有什么人在管。我前一阵子回我实验室，然后我就看到实验室里面放很多乖乖，我就问学姐说，我教育一下，好 ，Hello， 五位特别注意啊，我们要抢画面。不求但蛮爱求，好，哎，哦，只要他那个点一停下来，代表他在他要啥，我们就要笑，笑就靠你们五位啊，加油！哎，你们是演员呢，深蓝与月光，需要演技，来，好，请继续 ，Action！ 我前阵子，吴先生还没有到点，还没有到点，还没有。我的基点长得比较高。OK， 我前一阵子回实验室，我看到里面放很多乖乖，我就问学姐说为什么要放乖乖？学姐说因为放乖乖，机器才会乖乖啊。我说不是，我们学科学的，我们要讲求实验证据，对不对？怎么会相信乖乖这种东西呢？学姐说，我告诉你，真的有差。真的有差？你说我跟你的智商吗？还是我不懂不懂？如果乖乖那么有效的话，你为什么不去买一包塞你男朋友裤子里？我听说他那边最近很不乖乖哦。啊，对不对？娜娜学姐。哦，对不起，大嘴巴，对不起，大嘴巴，我大嘴巴。其实我今天觉得你把阿咪老师吵醒了。其实我今天觉得非常幸运可以上这个节目，因为我知道宪哥最近对口无遮拦的人容忍度不是那么高。没有。对，我庆幸可以今天在这边遇到宪哥，不是后天在法院。好。但我觉得宪哥其实讲的很有道理，就家丑是不能外扬的。对，所以我到今天都还是把我姐姐锁在地下室。放心，我会把它放出来，我会把它放出来。很多人可能会担心说，哎，他都没吃东西，他都没洗澡，会不会有创伤？我说那有什么，洗一洗还是新的嘛。我现在很担心后天要看到宪哥。没有，只有法官。然后王家上，谢谢大家。OK， 好，谢谢。会搞错休息。那么艺术的创作，它是没有任何的疆界的，是，每个人都能够有它的一个发展，好吧？这样会不会太难？有一点，稍微。所以觉得怎么样？伯恩讲的怎么样？来，伯瑞，说觉得他觉得伯恩表演怎么样？伯恩哦，蛮有点的啊，蛮有趣。就是你的表情有点太严肃哦，对，但有些我可能没有 get 到了。你有在网络上看过他的那个大奶微微吗？对呀，那段我那个还没有看过，那个我有看到，你有看到？我觉得很好笑，我在网络上那段笑蛮久的。那段会结果本人怎么这样？会很长吗？没有，因为他今天稍有紧张，但是在网络上比较不习惯。放开来讲嘛，大奶微微，我们讲一下，我们听。真的吗？直接就在那里就好，不要再来了。请坐。好，开始。我之前去买饮料，然后我跟我朋友去饮料店买饮料。然后我朋友一到饮料店就说我要大奶微微，我说谁啦？谁？你刚吵着说要喝茶，我不知道是喝这种茶哎。
真的。然后他说，哦，没有没有，大杯奶茶，微糖微冰。我说，哦，对对，我懂我懂我懂。后来就换我点饮料，然后我就看，我说，哦，我要那个小杯的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只有中杯大杯哦。我最讨厌这种，你知道中的概念是什么吗？你要有两个东西，那个在中间，那个才叫中哦。这你小时候写相反词的时候是怎样？小朋友，大的相反是什么？小。小哦，你是这样吗？你以为你本来就那么小一杯，你以为叫它中，它就变得比较了不起了吗？对啊。你以为它就会比较被国际承认，有联合国承认吗？大奶微微的故事，大概就这样。大奶微微，就这样。所以他自己去创作一些梗就对了，自己。